继续，我们把画面聚焦到东欧国家波兰。最近呢，他们在试射新型的短程防空飞弹系统，为的是要防御领空免于俄罗斯飞行器的入侵。波兰军方在6月22号进行马拉纳雷夫的防空系统试射。这款地对空的飞弹是由波兰与英国合作开发，射程约25公里。波兰国防部指出，将于6月底进入实装部署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。